欢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来这里，各位老爷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水古街。这个丽水古街的前身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一项水利工程哦，哎，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呢，这里现在逐步的变成了一个集商业还有民俗交流的一个场所，而且神奇的是，这个水利工程至今还在被我们使用沿用着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丽水古街这儿也有浙南都江堰的美名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咱们的讲解员晶晶。晶晶你好。你好。有晶晶带着我们一起浏览一遍丽水古街。好呀，走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正对面有一条古色古香的长廊，这条长廊的话就是我们的丽水古街了。它最早的时候是一条堤坝，后来因为往来的盐商众多，慢慢的就把它修建成了商铺，做盐的大买卖以前。在这个走廊这里有2米宽左右，修建了这些屋檐和美人靠。美人靠啊，玲姐，这个叫美人靠，你可以看一看。哇，哎呀，来吃饭了，让大家来吃饭了。来吃饭，还有人叫你互动呢。你看这还挺漂亮，好漂亮！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我们的内湖中央，有一条小船，乌篷船。哦，好浪漫。邀请，不是叫乌篷船，它的学名叫做泽猛舟。泽猛舟，对。这条船是我们南西江水域比较常见的交通工具。据记载，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乘坐泽猛舟游览了整条江流，很多文人墨客也随着谢公的足迹来到了永嘉，因此我们南西江也是被誉为流着诗的江。有没有哪一首我们一听就特有名的诗句啊？李清照有一首诗，只恐双溪泽猛舟，载不动许多愁。哇，载不动许多愁，有意境。到地儿了，欢迎大家来到丽水古镇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到岩头村最具规模的商业街。大家都知道，商业的发展最初是以物换物决定的，在远古时代，以物换物就是最原始的交易方式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完成一个以物换物的商业任务。我们现在有6样东西。哇，还有地瓜干呢！哦，规定时间是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拿这些物品去跟任何村民换得你们认为更贵重的物品。你们每个人置换的物品，村民们会投票，投票价值最高的、最低的，他会进行排名给大家试捏币。你们先拿，拿最贵的、最有价值的。那我就拿这个了。那我就这个吧，枸杞。你想要胭脂啊？这啥嘛？地瓜干，地瓜干多适合你啊！那个胭脂你怎么介绍啊？快点，得美妆博主我来啊！就你媳妇儿的命啊！这俩地瓜，我们要自己两两组队，好吧？那我们集体出发吧！大家加油，走走，就到这儿开换了。红薯干，红薯干，红薯干啊！哎，对，素面，素面，哎，素面。请问一下，这地瓜干2个，跟我这个哪个值钱？你这个筐子也没用啊。我一颗枸杞能换你几根面啊？枸杞啊，不行的。这有一个这个，永嘉麦饼，我们俩进去看一下呗。这个是他们的招牌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哦，在那儿呢，老板娘在那儿。你好，你好，杨迪。你好，李焕英。李焕英好火的，叫不出我的名字了都。贾玲，特喜欢。换吗？永嘉麦饼，你就。轻一点，不用换。永嘉麦饼在这边很有名哈。啊，对，贾玲姐好饿，好饿，这么直白。今天来这里，我觉得无论如何，你得品尝一下我们的永嘉麦饼。来品尝一下。哇，这个饼绝对好。哇，好烫。来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非常的香。你们这个怎么做的皮儿这么薄，这么酥？所以这就是技术嘛，哦，是吧？你看一下我这宝贝。哎呦，你这宝贝。怎么样？我们永嘉好像有很多这样的宝贝。这个你看得上吗？晶莹剔透的红薯干。啊，祖传的红薯干，以前是三文鱼，后来放了时间长了变成红薯干了。哇，真的是的。那我觉得看在你们这么大老远过来的份上，把我们永嘉的酱油鸭拿出来。酱油鸭，
这个是我们刚晒的，就是过年的时候为亲朋好友而准备的年货。哇，这个好，但是我们这儿可有一个未来可以做成酱油鸭的东西哦。这样吗？未来可能会变成酱油鸭。我天哪，酱油鸭。这就是它的过去。而且你不吃了，它还是咸的。这个好，那我们就拿走了哈。你换了吗？你愿意跟他换了？谢谢。我帮你做嫁衣了，搞半天。一会儿我再帮你换。走了，走了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感觉这个店里面应该最佳看虾。呀，感觉这家也太贵了，感觉这随便换一个都很厉害。哇，老师您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您这是？我们这个是温州欧绣。欧绣？对对对，是我们温州地方的一个传统工艺。欧绣是温州一带的传统民间刺绣艺术，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其中欧字就来源于温州古名东欧国。欧绣构图简练，色彩绚丽，针法严谨，绣面光亮，呈现着与众不同的东欧地域特色，显示出高超的技艺水平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。这太精彩了，这个薄厚度应该不到一毫米。可以看这边。哇哇，这个扇子也太好看了。如果这个桃花画也好看。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，老板。你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您结婚了吗？当然啊，结婚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就是一个组合，一个搭配，给予我们很多女性从内而外的美丽，就是她的这个枸杞。我这主治内，哦，这个可以美容养颜。对，然后再有一个胭脂，这整个气色棒棒棒，超级好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两个呢，可以跟你以物换物一下。这个等差有点大，确实有点大。我这样吧。我这边稍微出个题目啊，然后如果你们在这个范围以内答对了，好，我们就允许你们在这个三样里面挑一样。行，好好。这幅作品它的难度系数呢应该是比较高的，希望你们能答出来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完成了这幅作品。好，那我先来一个。好，三年。不会这么准吧？答对了。谢谢老师。聪明晨晨，你拿那个。我为什么用？不用，我觉得现在以现在的标准，最贵了，这个绝对是最贵的。这个就是手工的工艺是最好的。对，一模不一样的哦。